布施能修福，忍辱能保持。啊，如果没有忍辱，佛说得好啊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啊！啊，你修再多的布施，一发脾气就完了，功德没有了。啊，功德没有是福德在。福德，六道里面人天福报啊，脾气大的人，不能忍的人，修了大福报，到哪里去享受啊？到阿修罗道享受啊！阿修罗，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。五道里面的，除了地狱道没有阿修罗，其他的都有。有天阿修罗，有人阿修罗，有畜生阿修罗，有鬼阿修罗。啊，只有地狱没有阿修罗。啊，所以那就要看你的福报了。啊，大福报的到天上做阿修罗，中等福报的就是人间阿修罗，啊，下品福报的呢，那鬼畜阿修罗。阿修罗福报大了，没有仁义道德，啊，也就是嗔恚心重，啊，福报大，害人就更多。那死了以后果报呢？没有不堕地狱，那很可怕了啊！所以忍辱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什么都能忍啊！我们处世待人接物，尤其学佛了，都是善心、善心、善念、善心，还有很多人来找麻烦。说你什么？说你是假的，说你有企图，你有目的，你要是你没有，我不相信。啊，无中生有啊，加给你罪名，你要不要忍？要忍。啊，不但要忍。还要感恩啊？为什么呢？他来考验考验你，看你忍辱功夫有多大了啊！你在这个时候提升自己境界啊，忍辱顺逆都要忍啊。顺境里面啊，顺境善缘啊，你遇到的都是好人。啊，这个环境也都非常好。这个你要忍什么呢？要忍呢，不生贪念呢，不能有贪念呢。逆境恶缘要修忍，不生嗔恚。啊，总而言之，无论什么样的境界，要保持心地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，这就是忍辱功夫啊！啊，对待任何人都要谦卑。我这次参加吉隆坡的啊世界和平会议，马来西亚了。信奉伊斯兰教啊，啊，他们伊斯兰教是国教啊，啊，我选择了
伊斯兰教圣训里面的四句话啊，我写出来的时候送给大家啊。第一句，在你欢喜啊，或者是呢愤恨，在这个日子里要讲公道话了。因为人在欢喜或者成慧的时候，往往的时候他讲话就有偏差。哎，那你要保持头脑清醒啊，你讲公道话，那不能随着你的爱跟恨呐。哎，你要主持公道。第二个是要帮助跟你已经绝交的人啊，已经绝交了，但是他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援手帮助他啊。第三条是，他跟你不是你的好朋友，但是这个人是无情绝义，那不是好人。他要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还得去救济他。啊，第四条，不要去责怪对你不义的人，啊，不要去责怪他，啊，你要能够原谅他。伊斯兰的教诲啊，你看这四条是不是都是符合忍辱波罗蜜？你要不能忍，你能做得到吗？啊，这个四条是相当忍辱的功夫啊！啊，真的忍辱提升了自己的境界。提升了自己的灵性啊，所以忍辱是修行成败的关键啊。多少人修行不能成就，什么原因呢？不能忍受啊。顺境起贪爱，逆境起嗔恚，退转堕落了，这太多太多了啊，所以它是个关键。